主料，香芋460克，紫洋葱125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食材，紫洋葱已清洗切开，香芋已去皮洗净切开，烧锅到油烧热，下入切好的香芋翻炒翻炒，随后加入一些清水煮开，煮至香芋断生熟软，接着和入切好的紫洋葱翻炒翻炒至断生，然后加适量的生抽，加适量的盐，加适量的鸡精，炒味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家常菜随意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